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在台下看到很多很熟悉的面孔，但我相信都有很多观众朋友我们今晚是第一次见面的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晚主人公郭凤女小姐的女儿赵咏儿，大家好。首先在这里非常多谢主办方给一个这么宝贵的机会，我可以在台上身体力行地支持我妈咪的演唱会。同样对于我自己来说，其实今晚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登台来去唱歌，所以其实现在心里面都挺紧张，大家可不可以再给多少少掌声我？多谢多谢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的第一批观众，第一批观众我就希望将我一些更加特别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，这些呢也都是我平时很少跟妈咪会讲到的心底话来的。我相信熟悉妈咪的朋友呢其实都可能会知道，妈咪呢她其实台上和台下是两个很不同的人来的。台上的她呢非常之英明神武，非常之醒目，声色艺俱全，但台下的她呢很简单很单纯，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，甚至有时呢就不是很懂表达自己，很容易讲错的。她这一种性格呢我以前会觉得很替她担心，就不知道在娱乐圈里面会不会很容易蚀底，会不会很容易不小心得罪了人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慢慢地觉得一个人善良很简单，但是好像他这样善良一世其实是很难的。我觉得妈咪的这份善良和简单不单只是他的优点，也都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财富。正是因为他这份善良和简单，可以结识到在座这么多位一路以来陪伴他支持他的好朋友，亦都是因为他这份简单令到他会更加纯粹地投入到粤剧艺术里面，成为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，艺无止境地进步下去。今晚这首歌呢不单只是要送给妈咪，同时亦都是送给在座每一位在他的粤剧艺术道路上面给过他帮助，给过他爱和支持的每一位。唱得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无论我今晚的唱功在大家心目中是多少分，我送出的这份心意绝对是100分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